我小时候还有什么好玩没的呀？有啊，你诓我一下，等你放学回来，我教你玩好玩哎。嗯，王八大帅哥。找个肚子去。不然你又搞啷子？别把这槽子太深了，我把它挖掉。没你喊我来整啊，身体不舒服还整这个整那个哎，你从杨姨都说我来整。要是铺下水泥就好了，不然扫地都不好扫。铺水泥有哪好哟？下雨这些水都进不下去。嗯，而且现在要用钱的地方很多。我晓得，我就说一下。走了，姐。爸爸，爸爸，记得我们刚刚的野地哈。晓得啦。姐啊，你给你爸爸约定好啷子？我叫爸爸大锤哥，等我放学回来，爸爸叫我好玩的。大锤哥还差不多。你先撒点水嘛，灰尘那大。你先不要过来。哥哥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哥哥，伟哥，我给你借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都过那久了，我多转200块钱就当利息钱了。啊，该好多就好多，多我也不要。哎呀，就这样子，我还有事先挂了哈。送给你，好看不？这个有哪好看的哟？我注意一下啊，马上要吃饭了，先吃了再去嘛。哟，就是那么好吃哟。牛肉丸啊，不错嘛，你做一手哦，我整。哟，今天是那日子哦，香肠也舍得拿出来吃了。既然说你天天盯着香肠看，也好久没拿来吃了。乱讲。可以尽量留点。刚刚良心发现啊，已经拿钱还我，还多还200。还好多就好多啊，你转还他嘛。换啊个样子，又不是我叫他多转。本来之前是他不对，你现在拿他这200不就变成你不对了吗？别人又咋看你？是喽是喽。我走，你赶紧接金呀。晓得了。不是说不铺院坝了吗？拿沙子来搞啷子？哎呀，确实铺一下好些，到时候晒谷子也好晒。主要是妈妈想铺院坝，所以爸爸才铺坝。你懂个屁！爸爸，大帅哥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呢？过来呀、啊！哇！妈妈回来了，悄悄变成虫子的。Whoa!